小宋，这把是小宋。我现在就投他四票，100%是小宋。如果不是，我就输了呀。啊，就没有什么成本。那还没成本，我们输了。我们这现在比分几比几？现在比分3-3打平。小宋，如果是小宋的话，我们直接就是赢；如果不是，我们直接输。来不来？好，可以。可以。来不来？同意。可以。为什么是小宋？岁数大了，捧他玩嘛。你说我那个，不是小宋给我整了一个5毛钱的表演，把自己给出卖了。来，我看看。他明显这儿有字儿哈，他假装还要把那页翻过去看看号码。一下卖给我了这个小破绽。你这样哥，你站起来帅气一点，这一把卧底就是销售，你来这个好吧。我上去我就把本给他啪给他掏出来。来来来，行不行？来，可以可以。来，去哥甩甩本，赌上尊严。啪一下啊，偶像，偶像，说两句，偶像，偶像，我是怎么看出来的？这个表演呀，什么叫恰到好处啊？别演那多余的东西啊，那个是出卖自己。哎呀呀呀呀呀，这还得轨道一直跟着呀。来换个题啊，210票房不是白来的。快观察哥，又有一个可能的高光时刻。谁也不敢再看第二页了呀。你刚才还整那出呢，还是他，你这还是他。小宋，这把让他们玩吧，玩吧玩吧。为什么？还是那个5毛钱的表演又重新给我来了一次。可是这一次是叫什么，此地无银三不两。敢不敢赌上毕生的尊严？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哥，再来，来啊，来不来？来不来？来不来？来来。你快拿来吧你！3-2。各位观众，好厉害！是不是？是，又是。小宋啊，好痛！小宋啊，好痛！这大学这4年可得好好学呀、啊，哥哥。别猜了，放过孩子。哎呀，坐下，快，没事啊，没事，咱还小呢，没事。猛不猛？太猛了，高光绝对的。这轮获胜的是王牌家族。